到台中热闹的一中商圈找美食喽，带你从早吃到晚，品尝老台中人的限定早午餐，矿寿饭、拌面，经典又美味。森林风的热门打卡餐厅有西京的龙虾炖饭，浮夸的爆炸蛤蜊意大利面，以身巷弄内的餐厅来一份台湾传统小吃，或是诚意十足的咖喱饭，这集台中餐厅绝不能错过。